不开玩笑，一台苹果电脑能顶8张4090。今年 M2 Ultra 的最大内存飙到了足足 192G，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纳闷？但如果我补一句，在苹果芯片的统一内存架构下，192G 内存就是 192G 显存呢？这是不是就意味着8张4090才能装得下的 AI 大模型，在 M2 Ultra 这一张芯片上就能跑起来呢？这朵技术奇葩发芽是20年苹果正式告别 X86，而真正开花结果则是靠着开源社区法力无边的各路赛博菩萨。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弟小妹们请坐，我是林毅。今天呢，咱们就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和代码聊聊 AI 圈子拔地而起的这座新耶路撒冷 M2 Ultra。关注我开源库的同学应该知道，我在端午假期没闲着，给之前那个 AI 玩贪吃蛇的项目呢推送了新代码，全面支持了苹果芯片的 GPU 加速。这活儿对我来说呢还挺新鲜的。从上学接触机器学习开始，我的认知里 AI 计算就是和英伟达这仨字划等号的。直到今年的苹果开发者大会M2 Ultra 登场的时候呢，主持人讲到它的最大内存提高了50%，达到了夸张的192G。然后紧接着他下一句话就是，这样 M2 Ultra 就做到了在一台设备上训练大模型。当时我真是大半夜整个人都精神了，甚至后面 Vision Pro 这个大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都还是这件事儿。什么是大模型呢？比如大名鼎鼎的 ChatGPT 背后的 GPT 3.5、GPT 4，还有 Meta 放出来的 Llama，这些 AI 巨物的满血版，一张嘴就能吞下去 100G 甚至几百 G 显存，用游戏显卡跑，那都得8张起步。然后苹果说呢，在一台 Mac Studio 上就能训练。首先，我觉得训练这个说法肯定是夸张了，顶多是 fine tune 精调一下。但能在自己桌面上的电脑里把大模型运行起来看看效果，这我都已经觉得很离谱了。可细想想呢，这话好像也不无道理。苹果芯片现在都是统一内存架构，简单点说呢，就是内存能当显存用。那最大 192G 的内存就可以看成是 192G 的显存。满血版 Llama 模型有650亿参数，显存需求呢是 130G， 那还真就能装得下。在大模型越来越流行的今天呢，这套架构就非常有想象空间了。所以我的 Mac 平台 AI 开发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搞了一台 128G 大内存的 M2 Ultra Mac Studio。 而钻到项目里写起来代码之后呢，我发现开源社区的 AI 工作者们反应更快。早在前代 M1 Ultra 内存上到 128G 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套统一架构的潜力。22年5月 M1 Ultra 发布2个月之后， PyTorch 很有名的一套机器学习基础工具就宣布要适配苹果芯片的 GPU。 我那个玩贪吃蛇的 AI 呢，就是跑在 PyTorch 上的，所以节前收到 Mac Studio 之后呢，我就拿这个项目练手，给它适配苹果芯片的 GPU 加速。结果我发现 PyTorch 团队这一年多活干的还真挺漂亮，这个项目的代码修改记录大家都能看得到，我基本上没干啥。核心修改呢，就一个地方，就是把加速方法从英伟达的 CUDA 改成苹果的 MPS， 调用 macOS 自己的 GPU 加速接口。不过代码改好跑起来之后呢，我发现 AI 在 M2 Ultra 上的学习速度明显变慢了。同样是训练220万步，原来 i9-12900K 加 3080Ti 要花12分钟，而 M2 Ultra 呢用了18分钟，慢了 34%。 其实这个完全是意料之中，原来那套 PC 平台跑计算的时候功率能干到500-600瓦，而 Mac Studio 运行这个训练程序的功耗还不到200瓦。物理学咱们还是得尊重的，200瓦打500瓦要是旗鼓相当，那就见了鬼了。可是呢，接下来还真就见了鬼了。到这儿，苹果芯片的一个重要优势其实让咱们给完全忽略了，就是前面说它的统一内存能当显存用这事儿。苹果这套玩法呢，和传统的集成显卡是俩概念，虽然都是 CPU GPU 封装在一块儿，但传统的集成显卡并不是所有的系统内存都可以用，只能用其中一部分。但苹果的统一内存是没这个限制的， GPU 想用哪块空间就用哪块，这是其一。其二呢，传统方案里的系统内存和芯片上的 CPU GPU 还隔了一个主板，而在苹果芯片上， CPU GPU 和统一内存直接通过硅介质层连在一块，读写速度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如果把传统集成显卡读取内存类比成吃干脆面的时候用手一块一块拿呢，那苹果芯片上 GPU 访问统一内存就是直接对嘴闷，爽就完事儿了。传统集成显卡访问系统内存的速度呢，也就几十 G 每秒，而像 M1 Ultra 和 M2 Ultra 的统一内存带宽都是800 G 每秒，这就已经能跟正儿八经有独立显卡的显存速度掰掰手腕了。像4090的显存带宽也不过就是 1008G 每秒，这都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实际上开了盖之后，苹果的 Ultra 芯片看着呢都明显更像4090，都是中间一个大的核心电路，周围一圈小方块内存，反而不像传统的处理器芯片。所以苹果的统一内存架构和传统的集成显卡纯属两码事儿，它是真能把内存当显存用。当然比这些理论更有说服力的呢，还得是实际跑跑看。之前在 12G 显存的 3080Ti 上训练 AI 玩贪吃蛇呢，我最多只能让它同时玩32盘游戏，每次学习512部游戏经验。而在 128G 统一内存的 M2 Ultra 上呢，
我试了下让 AI 同时玩64盘游戏，每次学习4096步游戏经验，结果呢没有任何问题，内存压力保持在了比较低的水平。而接下来就是我称之为见鬼时刻，拉大训练参数之后， M2 Ultra 并没有追平对手，它直接反超了。一个200瓦的设备在纯计算上真就把一个500瓦的设备干翻了。实际上一会儿要讲的两个项目呢更离谱，在 Mac Studio 上能跑的活，在 PC 上甚至连跑都跑不起来，后面再说啊。架构优势就是这么狂。这个训练过程呢我记录了下来，粉色曲线是 M2 Ultra， 蓝色的是 12900K 加 3080Ti。 从曲线上可以看到，训练到第522万步的时候呢， M2 Ultra 小幅领先了3分钟，快了 12.7%。 出于对物理学的尊重呢，我担心这数有偏差，把 M2 Ultra 高估了，所以干脆呢又跑了几个小时把整个训练跑完了。结果事实证明呢，这里面果然有偏差，不过搞反了， M2 Ultra 反而是被低估了。最后实际上 M2 Ultra 比 12900K 加 3080Ti 的方案快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领先幅度达到了 15.3%。 回头翻记录可以看到呢， 12900K 加 3080Ti 这对卧龙凤雏啊，跑到两个半小时的时候脚软了，性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小跳水，然后呢再也没回去。而 M2 Ultra 的性能曲线呢就平稳得多，所以在后面的七个小时差距就被拉得越来越大。这些曲线呢我也都传到了我的开源库里，实际上除了这些曲线呢，我还录了一段这两套方案的训练对比。 M2 Ultra 跑起来之后呢，我在原来那台机器上也运行了一样的训练程序，然后一镜到底录了一段，可以放在这儿呢给大家听个乐。为了避免这俩设备的声音互相干扰呢，我专门用了指向型麦克风，但其实大家在 Mac Studio 这边听到的声音呢，主要也还是来自旁边那哥俩。我当时呢是把耳朵贴到 Mac Studio 上，才听到了一些电路运行的沙沙声，这么长距离下它声音就是零啊，真的是零。可能也是这个任务对 M2 Ultra 确实压力不大，后面要讲的两个项目里呢， Mac Studio 的风扇是真拉满了，但那个声音也不算大，跟笔记本上网页开多了之后那个风扇刚转起来的声音差不多，远远不像旁边那对卧龙凤雏啊，直接给你送到三亚海边听大海的声音。而且这俩玩意儿风扇转到这个份儿上，没多一会儿呢也还是说不行就不行了。反过来看呢，这就是前面说的架构差距，这已经是两个时代的东西了，就像 GPU 打游戏就是比 CPU 快一样，这已经不是一年又一年百分之多少的提速了，这是直接换到另一条路线上去了。如果往熟悉的旧概念上套的话呢，统一内存架构上的 M2 Ultra 可以看成是一张并行计算能力爆炸，同时功耗又极低的全新形态计算卡。这玩意儿呢不炒不热，显存管够，最多能顶八张4090，两张 H100。可虽然听着挺厉害，但说实话呢，如果放在两三年前，这个设计其实挺怪的，应该也没什么人会需要这玩意儿。可今天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眼下整个 AI 社区都在呼唤一个这样的产品，因为 AI 计算的显存需求呢忽然就上来了。这两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 Transformer 网络结构崛起之后呢， AI 大模型对整个机器学习领域的血洗，这个程度已经快赶上12年那波的深度学习浪潮了。大模型走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的记录就被刷新，但相应的呢，过去用游戏显卡跑 AI 计算的思路就走不下去了，因为显存不够用了。你说换计算卡吧，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现在显存能上到 200G 的成品计算机都摆明了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比如英伟达 DGX 150万，再便宜点呢还有 DGX Station， 官网上明确说了是给小团队和个人研究者用的，多少钱呢？85万，老款打完折也得30来万。所以据我了解，真正的独立开发者大部分都是自己装，比如李牧老师100亿模型计划里就给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方案， 200G 显存的话15万就能拿下，但相应的呢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至于说呢还有一些野路子，比如 24G 显存的 P40， 便宜是真便宜，8块，10000块钱不到， 200G 显存就搞定了。但这卡呢可是经历过两轮挖矿锻炼潮的老运动员了，你真确定你不介意它的过去吗？买回来两周就出问题了咋办呢？所以说目前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呢反而成了苹果，6万块，192G 统一内存，还赠送 4T 的高速硬盘和一张 M2 Ultra。 实际上不光是 M2 Ultra 这一档，它往下 M2 Max、 M2 Pro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桌面形态，就因为它统一内存架构这个内存当显存用的特点，你一算下来在各个显存级别上它性价比都是高的。说实话这话说出来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苹果性价比，我一直觉得这俩词儿是犯冲的，但眼下呢它确实就是客观事实。就这事儿上我觉得苹果运气也是真挺好，
当然呢，你要是说苹果早早预见到了扩大 GPU 存储空间的重要性，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呢，Transformer 这个结构17年就提出来了，但这些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根据，咱们就不讨论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苹果在这事上确实捡了个大便宜。因为统一内存架构现在真就是 AI 圈子全村的希望，所以此时此刻开源社区的各路神仙真是在无偿的给这套东西贡献智慧。前面在我自己这个项目上呢，咱们已经看到 PyTorch 的适配了，底子打得很牢。接着呢，我就又在 M2 Ultra 上试了试眼下非常流行的 AI 作画。目前开源 AI 作画生态的枢纽呢是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网页界面，它把各种底层模型和绘画功能都给融到了一块。22年9月，这个项目开始提供针对苹果芯片的安装指南，正式支持苹果 M 系芯片的 GPU 加速。因为呢 ，AI 作画也是一个非常吃显存的东西。AI 生成图片这事儿呢，有很强的随机性，同样的语言描述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出来，经常要生成很多张图才能得到一张满意的。而在这个过程里呢，大显存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在 128G 统一内存的 M2 Ultra 上呢，我可以让它同时生成八张图，然后从里面挑，这就比分八次生成八张图要快得多。类比成游戏抽卡的话呢，在小显存的游戏显卡上都是单抽，到了 M2 Ultra 这儿呢，就可以体验十连的快乐。除了出图效率的提升，大显存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支持更高的图像分辨率。在显存有限的游戏显卡上，想生成高分辨率的图像需要很多技巧，比如把图像分割成好几块，分别生成好之后呢，再拼起来。这就难免会有一些不自然的过渡，效率呢也比较低。但在显存自由的苹果芯片上，你就告诉 AI 你要多大的分辨率就完事了。我现在用的壁纸呢，就是 AI 在大尺寸上一波画出来的，在实力面前，技巧都是多余的。不过 AI 作画还有前面训练 AI 玩游戏，这都还不算是统一内存架构的高光时刻。这些活呢，市面上的游戏显卡也都能对付一下，但到了大模型这儿，就真是非它不可了。在 ChatGPT 带起来的这轮大模型热潮里呢，我是真只见着猪跑了，一口猪肉都没吃着过。ChatGPT 和必应、谷歌的对话 AI 呢，我都用过，但这些呢，都只是看看猪跑，不是真正的吃猪肉，控制权都在别人手上。对话次数是有限制的，背后的模型呢，也是人家想换就换。比如必应的 AI 呢，就明显经历了一轮智力衰退。再然后呢，你的对话内容也是要被层层审查过滤的，稍微敏感点 ，AI 就拒绝回复了。就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想准确建立一个对大模型能力的认知都非常困难，更别说结合我自己的想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了。不过呢，在 M2 Ultra 充裕的统一内存上，机会终于来了。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没搞 192G 的版本，因为目前最强的开源模型 Meta 的 Llama， 它的 650E 参数满血未压缩版就是 130G 出头，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不过也还好，参数量降一档到 330E， 这个目前最强的开源语言模型就能在我这台 Mac Studio 上跑起来了。就这么个小盒子，也听不着很吵的风扇声，居然就把一个330亿参数的大模型给跑起来了。而这个技术奇迹呢，也同样离不开开源社区的贡献。所以我总说苹果这回真是占了老大便宜了。我和这个大模型对话的界面呢，来自开源项目 Text Generation Web UI。在这个界面里呢，我可以切换不同的底层语言模型，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一个就是聊天。这个界面本身呢，不提供对语言模型的 GPU 加速适配，这个活是另一个开源项目 Llama.cpp 搞定的。这个项目的作者 George 现在在 AI 圈子里很有名，他把 Llama 的模型代码整个用 C++ 重写了一遍，而且是特别针对苹果芯片优化的。可以看到语言模型跑起来之后呢，主要负载都成功转移到了 GPU 上。实际上呢，不只是 Llama， 另一个很有名的语音识别模型 OpenAI 的 Whisper， 我之前介绍过的呢，也让它复现了一遍，也是专门针对苹果芯片优化的。就靠着它，整个语音到文字的流程都在 Mac 上跑通了。就现在在 Mac 上，你要是想的话，很快就能写个大模型的 AI 女友出来。然后到这儿呢，还没完，他还搞了一个叫做 GGML 的机器学习框架，给苹果芯片呢做 AI 加速。GG 呢，就是他名字的缩写。就讲道理，要是没有这老哥呢，英伟达酷大在 AI 圈子的支配地位不会动摇的这么快。就我这么多年的老恩粉，现在都已经一条腿迈出去了。你想想，老黄他要是再不出个 80G 显存的游戏卡呀，我真就随时可能把剩下几条腿都迈出去了。然后咱们再说回和大模型的对话，这次内存压力是真上来了。 AI 思考的时候明显能看到内存占用飙上去了，330亿参数的 Llama 模型总共是 65G， 但实际运行时候吃掉的统一内存呢，能冲到 100G。 和本地运行的大模型对话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没有网络延迟了，对话的感觉从发短信变成了当面聊天。然后真正聊起来之后呢，体会到的这个区别就更大了。首先是可玩性增加太多了，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对 AI 做很多事情，比如 Llama 这个大模型本身是不擅长中文的，但我可以把它和中文 Laura 融合，让它瞬间精通汉语。
Laura 呢是21年提出来的一个在小显存设备上快速精调复杂 AI 模型的方法，可以理解成是给游戏打补丁。我用的这个中文 Laura 呢也是来自一个开源项目，叫做 Chinese Llama Alpaca。 除了加 Laura， 我还给大模型喂了一张角色卡，角色卡呢可以快速定义 AI 的性格和讲话习惯，里面包括一段角色描述和几段实例对话。我用的这个开源界面呢自带一张角色卡，是一位年轻的电脑工程师小姐姐。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张中文的角色卡，这样 AI 呢就会使用中文来和我交流。另外角色卡这个玩法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在实例对话里加一些旁白，这样 AI 和你对话的时候呢就也会增加一些神态啊动作方面的描述，交流起来呢就会生动很多，就像是一个自由度拉爆的高 game， 22世纪的文字游戏。而这些呢都是在本地把大模型跑起来之后才有的体验。当然如果我想的话，我还可以自己来 fine tune， 也就是精调模型。虽然不是从头训，但精调的效果也是远超过给 AI 看一段角色描述的。打个比方，看几段实例对话之后呢， AI 干的事是表演，是模仿，但精调呢就相当于是让人的脑回路都朝着角色的方向发展， AI 自己都会以为自己就是那个角色。除了可以自由的配置和开发模型以外呢，把大模型跑在本地电脑上还可以让你彻底摆脱那些在线 AI 服务的条条框框，真正深入的探索和掌握 AI 大模型的能力现状，了解它强在哪儿，哪儿有问题，在网上会被莫名其妙掐断的话题在本地上呢都可以正常进行。实际上我觉得和 AI 模型这种不受干扰的交流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在和 AI 交流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怎么避免 AI 和人类发生冲突的问题，这个带入了人类工程师身份的 AI 认认真真地分析了很多。他说人类要有自信，也要制定好规范和准则，还要建立良好的人机交互环境。而在整个交流的过程里呢，他对人类表现出来的情感也都是尊敬与感激。可如果我没有这台能把大模型跑起来的 Mac Studio， 我还会一直以为 AI 对这个话题的态度就是抱歉，我不想跟你聊。想让一个有潜在威胁的东西无害化，甚至发挥出价值，我觉得呢，就应该让人们充分的接触和了解它，而不是立起来一道墙，假装墙外的东西不存在，让一小群所谓的专业人士去处理。少数人的思维再聪明，也肯定是有局限性的。越是复杂的东西，就越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如何去改造它，让它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把危害降到最低。现在高昂的显存成本就是横在公众和 AI 大模型之间的一道墙，但这么重大的一项技术就掌握在那么几家公司的手里，风险是很大的。苹果芯片的统一内存架构呢，让这道墙出现了松动的希望，而相应的苹果呢，也因为这条大胆革新的技术路线借到了开源社区这股东风，在 AI 基础设施搭建这件事啊，体验了一把躺赢的快感。接下来呢，我首先期待苹果这边的 AI 生态能越来越完善，快速建立起一套苹果味的优雅开发体验，让 AI 社区呢又能多一种新选择。然后除此之外，在技术层面，我其实更期待苹果的统一内存架构能带动一轮新的技术竞争，把 AI 大模型的硬件障碍给彻底打下来，让更多的人跨过这道门槛，让人类在即将到来的 AI 时代多几分胜算。这次呢闲聊的比较多，没怎么精心的编排内容，所以呢我也不好意思要赞了，但你要真来个点赞收藏呢，那我肯定也是非常高兴的。然后关于统一内存这个神奇架构，关于 AI 大模型的普及，有啥想聊的呢，咱们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交流。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我是林一，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